比到爱本国内农产品的行情价值很较稳定，内非邀请的国内公民营企业签下了成立公司协议，农产品出售平台，南北就会贵下的有农粮署的接单呢，再个同农民采购，希望爱扩大内市市场，避免再个发生农产品落太价事情。品质非常漂亮的，质优，真的是品质非常的优。配合大拍的嘅三季，由农委会启动嘅公司协力农产品出售平台，将会由农粮署以高于市场拍卖嘅价钱，直接向山体采购，以来台大拍的嘅市场行情。把我们的加工，还有我们刚刚启动的这个平台的所有的公司业，尽量的来收消费我们的瓜拉。而且价格都会是高于我们的北农拍卖的价格。所谓公司协力农产品出售平台，如系卖下嘅国营企业、八泰金融行库、五成品饭店、孔厨、超市量饭店，也到机关团体研究农产品，本农民做的直接收费。推荐这些通路商啊，然后大卖场，然后帮我们来认购，这价格会比一般的拍卖市场价格还好。那个北拍啊，或者其他行口，它的量就会减少。那减少的时候，它整个价格就会往上飘。除了扩大内市市场，农委会还提出加强农产加工、持续发展外售一三的政策，希望用各级别分流的做法，本农产品的价值做得稳定成长。下届新闻陈文念高雄报道。